这雨太大了，打雷了，他们俩还好吗？不知道哎，他们，你们注意安全啊！不行就搬回来住吧。必须得把这顿饭做，雷暴会越来越大了，所以我们还得加快点速度。好，快了，知道了。快快快！快。哇，没事吧？直接走啊，直接走。嘿嘿。哟，你们回来了。雨实在是太大了。第一次露营，什么感觉？ 让我永生难忘，忘乎饭，我天啊！你看，我们拿下来了，冒着雨，冒着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。哇，有米饭，有牛肉，感叹。嗯，好好吃。土豆饭我做了，这个很讲究火候的，试一下，还可以吗？ 不容易啊，吃顿饭。Never give up。